係 Rachel 啊，見到台面咁多肉又有爐感，就知道今次會介紹外賣燒肉啦。最近有間網店聯成廚具品牌推出外賣燒肉套餐，免運費之餘仲包埋個爐添。至於肉類有 A4 級和牛、黑毛和牛、和牛西欄、安格斯牛、厚切牛脷等等。開餐之前先煎一煎嚿油脂，再順次序煎牛肉。試下鹿兒到 A4 級和牛先啦，牛肉油花分布平均。嗯，好香啊！試下先。嗯，入口即溶喎。而 M5 和牛西欄同安格斯牛牛味都好濃，送飯啱曬。推介呢個厚切牛舌，食落啖啖肉。最後仲有蔬菜拼盤添，想知更多 click 入內文睇詳情啦。Yoo-hoo!